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台湾时间的11月6号礼拜天晚上的11点20分，我们今天的杜军杯外卡赛第一场的第三盘来到了绿洲。本次比赛是开局九村，那至于为什么有开局九村，我今天开场有介绍到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原因的话直播的前方开场牌可以去重放听一听。第三张图，绿洲伯伯打塞尔特，塞尔特荒 style 起来很恶心，但是图有一点大。伯伯人是不好打塞尔特的，不好意思 running 我先来你一波，但是我单就看文明组合伯伯打塞尔特，我先给塞尔特一票，因为我认为你要出到骆驼攻击才有办法去吃塞尔特。那你经济前面打弱攻的话，你后面经济会烧烂反之 running 这里塞尔特在这个图也不是最完美的。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绿洲单挑局你出什么文明好一点。你打塞尔特如果是纯开农的话，你后面手很短，你要有工程器，但是工程器你没有大量资源，没有队友，不是团战局，你做不了贸易的情况下，可能也没往直上什么欧式车所以我这边塞尔特我也是打一个 question mark。 不过单就文明，我觉得塞尔特可能我先投一票吧。17村打17村，看一下什么特殊的打法。其实等一下我不想要开 Modri 跟 Ventures 的支持度，我比较想要开，请问你有在玩世纪帝国吗？我想要开这个，我想要知道。十九村点封建，这里可能想要打一个什么开局？小公开吗？肉马开？塞尔特肉马不要吧，人家是 Berbers。小公开局做防守还是死围？绿洲很好死围。但你没一个军营直接大开，我现在有点晚。现在 AC 线在这里面绕，这边出什么棒子哦？Berbers 直接走出来带棒子，三村走起。AC 线你也知道，你城堡时代打骑士可能戳不赢这个人，我戳不赢塞尔特。我这边直接打一手快攻，这个。这一个有一点派哦，哇，这里三只羊没找到。这边目前没有任何情报，这里有一个小围，但是这个分数应该已经告诉 Running 了，脏东西应该来了。前置射箭场，快一点。前置射箭场还是要打塔攻装甲塔来了。伯伯人跑速村民有加成，开臭一波，直接站在这里，然后呢前置射箭场开臭一波，你打他村，他跑得很快。Ronnie 你干嘛？四村你想干嘛？你打不赢他啊，高歌离席。这边 AC 四燕又展现他的战术，这边赶快补一个射箭场，赶快上来，这里要围等一下石头也要可能要挖，
哦，石头要挖，石头要挖，装甲直接点起来了。哎，绿洲环战哦，直接插电塔。这一支箭塔可以接受，因为石头就在这，你不会想要被封石头再往外走了。哦，这箭塔可以接受。哎，这里 Runny 等一下再围一下，下面，小兄弟，下面赶快围，下面赶快围，你现在只有一只毛兵，走进来出大事。这边开一个马厩，我、哦、先用马厩解是不是？但是这里有三只装甲，尽量是不要用三只肉马解。我、哦、这边 ACC 打一个出其不意啊！你现在直接放人进来了，这边没有小围坡。哦，这边要上来怼一只箭塔。哦哟，这一波可以哦，里面一只小弓而已。哦，这边直接解，这边直接解，这边有四只肉马。哦，这边很关键哦，这个应该没有机会。这边直接戳。这边肉马直接上了，这边小弓出来没有机会，这三只装甲现在绕进来没有做到任何的事情。哇，这边 ACCN 回去吃你的河粉死去。哇，这边掉三村，哦，掉三村，这边前置可能是最终以失败收场，后面干开围，哦，因为前面的前置已经火在烧，哦，这边直接连围一波，哦 ，Running 在被2-0之后。斩将一军，哇！连村民都直接上来了，火很大，火很大，哇！这个冲低，哇！现在这三只装甲没有人砍吧？哇！这里一只箭塔，这个箭塔真的很漂亮。哦，现在要偷偷来吗？哦，是 quick house， 没有机会。这边火气上来了。那目前这一波肉马解掉前置，都伯伯人，我看一下后面怎么样。28村打31挖石头。那原本 AC 线这个计划就是刚刚讲的嘛，你后面会想要打弱攻嘛，你打塞尔特不会想要出骑士去打他。哦，他的长兵跑很快，你会被他戳爆。那你打一个装甲塔接城堡打弱攻。现在没有撑住，你现在前面后面又挖了石头，经济很烂。嗯 ，Burbers 这一盘看起来可以打回来哦，戴尔特可以打回来哦。这边围死，哦，肉马嘛，等一下穿进去更会痛。33村打31，现在是流行不点一级木是不是？啊？塞尔特伐木效有提升，就直接干脆不点了，是不是？哇，我知道最近的 Meta 在改动，但是不至于改成这样吧？哎，兄弟，点一下，这一位兄弟，一级木一级农点不上来，因为前面打一个强军士，但是爆炸，兄弟三只装甲在后面，哦，这个不知道，等一下可以奇迹到什么东西。哦，现在这边火气很大的 Running 走过来，反正他等一下也是要前置的啦。先走过来插一个箭塔，等一下城堡上来开 BK， 国波人肯定是不舒服。好，点一级木了。现在以这个流程看起来很容易上城堡，这里黄金等一下买卖一波，四级等一下直接开，这边直接逼一支箭塔在这里 ，OK。啊，小维，这一只毛兵小弓收掉，小弓收掉 ，OK 了。这边、OK 了。你看看这一把 Running， 他有下这个石墙，这样就对了嘛。你可以在对手还未进攻之前，赶快来部署。藏身之处也是 Running 这一盘，你先不管以上帝视角来看，他现在的优势其实还蛮大的。大家这边纤维很 OK， 你等一下不要被疯狗流插到一些重要资源，等一下嗝屁哦。绿洲是没有很多资源的，哦，这边围起来，围起来，没有问题。
们知道如果伯伯人打洛宫出什么最好吗？其实可以直接打枪冲，枪冲一出来，伯伯人，我跟你讲，洛宫哦，直接撒尤娜拉，哦，直接撒尤娜拉，哦，这边直接把营地低掉，回来解一波。这边火气也是很大，但好像是不用滴这个营地的，你就直接肉马回来解就好了。Running 就是有一种我已经可以单杀你了，可以不用脚闪现就可以单杀你，他硬要在 First Blood 之后再交一个闪，看起来很帅哦，但是其实不用交那个东西哦。那营地有一点，好啦 ，OK 啦，有解掉就好了，哦，有解掉就好了。啊、目前现在是四村打39，哦，这营地低调之后看有没有可能变成是开 DC。目前双方都还算 OK 啦，但 Running 这里等一下以这个流程，他看起来没有想要打前置耶，难道是因为刚刚前置的失利让他不想打前置开农吗？哦，开农 OK， 开农的话等一下反正你收蓝武士配冲车啦，不然就是枪兵配冲车，高几率枪兵直接拦，然后直接枪冲一波，你就会看到那个骆驼射你的冲车像白痴哦，射不动，然后出骑士被你枪兵戳烂，然后就叽叽思密达一波带走哦，直接一个巴龙会战一波直上水晶塔带走一波哦，直接冠军Faker的第四冠也直接带走，大概是这个流程。伯伯人现在就好比像这个你第四盘跟第五盘直接放这个厄萨斯一样，我也是看不懂这个 ban pick 哦，看不懂这 ban pick。 好，两到十强这么怕， Running 刚刚被弄了一波之后这一盘这么怕哦，两到十强，那这一盘 ACCN 没有要来打你耶，看样子情报还是很重要啊，上帝视角还是看得非常清楚哦。现在你看 ACCN 其实没干嘛，后面好多城墙。现在遗迹争夺战啊，你这里一只，两个遗迹啊，这个赶快拿啊，里面有两个。四 TC， 哎，会不会有什么投石车开路啊？有可能。我墙也开起来，躲墙也开起来，哎，这个人要玩单机游戏，直上帝王，通车、头车加枪兵。卡如晚上好啊！哇靠嘞！哎，等一下会有一个大发的哦。哦，这边可能会有一发大的，等一下直接看哪里开战，可开路也可直接秀出来，那伯伯人就是只能守不能攻。哦，塞尔特这一盘单挑局当黑森林在玩是不是？
这个遗迹拿得到吗？这遗迹，我跟你们讲啦，塞尔特你打枪冲有一个大问题哦、喔，黄金不够啊。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黄金不够，你一波流没有狙掉它，下一波死的就是你啊。哦，那现在都在营运。四个 TC， 哇靠杯啊，五 TC 啊，看起来这一波就是要中间开路了。黄金你确定够？黄金没有很多欸，说真的。但是后期阵容，伯伯人靠火炮哦，靠火炮哦 ，Berbers 靠火炮。然后还有一手伯伯的剑勇也可以出，有机会可以出剑勇。哎，是说我们很多新的观众朋友们加入，麻烦影片下方先帮我们点个赞。影片下方的台湾最新世纪帝国赛事网站加到我的最爱，好不好？跟你看 A 片一样，加到我的最爱，感谢支持。谢谢。好、哦，以后规则都在里面。好、哦，谢谢。哦，高地堡直接开起来。啊、这高地堡位置很漂亮啊。点力王了，三 T 四 TC 打五 TC， 点力王。哎 ，Running， 龟波大的是不是？单道墙。有需要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样？假装我不在这个世界上30分钟，你永远看不到我。等我出来的时候，我直接一波海过来，200滴。98村打109，先点帝王的是 ACCM， 打弱攻。哦，打弱攻可以预期。现在嘞，到底要怎么打？遗迹二对二，还有一个遗迹嘞，还有一个遗迹不知道拿去哪里了。黄金没有很多欸，黄金没很多欸。好啦，枪兵出来了嘛，枪兵出来，弱攻出来，弱攻加剑勇可以哦，弱攻加剑勇不行欸，弱攻加剑勇，我想想，伯伯后期还是需要打消耗啦，就是把黄金阵容的塞尔特吃掉，然后他就没黄金。哎，我觉得 running 这样子也没有说很优诶。哇，这里已经开了防守堡了。哦，这里开 BK， 军营 ，BK， 然后呢，出来砍一波，第二道。躲墙在这里，这边开一个防守堡，这里也是一个防守堡。哎，Running 升那么多村民去了。你不要以为你在玩勃艮第欸，来走什么科技，赶快伯伯人走什么科技，已经出来了，弱攻科技已经走起了，
这边是什么？冲车吗？火炮冲车，对，冲车，有火炮出火炮，火炮吃，枪冲，枪冲可以，枪冲可以，没有中间开路，枪冲可以，直接打脸一波聊天室。好，直上顶顶那里，骑兵加冲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需要看到剑勇之类的或是城堡要打消耗，不剑勇的话就是慢慢归。弱攻不要被弄到，不要被戳到，活到最后面，打到没有黄金 ，ACC 验获胜，单一击。好了啦，通车准备好了吗？三台而已，不够，十台，十台直接来了。金冠，赛尔特狂热，可是人家我还没准备好，人家我还没准备好，不要，现在只有几台车，六台，六台好像可以哦。火炮出来了，火炮出来了。金色火炮出来了，现在火炮输出一波，底下围一下 ，AC 线城堡底下围一下，车子直接来了，车子直接来了，这边火炮开好哦，血量金冠点起378滴血，378滴血，这边直接强直接低调，来这边直接上来枪冲一波，枪冲一波，有没有机会？枪冲一波，火炮在打哪里？火炮，请你打冲车！火炮打冲车！火炮打冲车！可以，顶得掉吗？塞尔特，上去吃一波！这边宛如 Faker 的沙皇吃一波！世纪帝国阿奇尔吃一波！这边城堡直接被顶掉，但是后面的后续资源跟得上吗？这边火炮有六台。加洛弓十二只，这边长兵、垃圾兵直接推掉一波，这边直接再开一个宝，把石头拿回来，后面冲车，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再点中投，再点中投，再点中投，砸到吗？这里有火炮、欸，这里有火炮、欸，胖胖胖。ACC 你会不会开车？掉了，高地堡这个就难推了哦。这一波很难推，高地堡很难推了。来扛住这个八台火炮，我需要看到你砸到自己，我需要看到你砸到自己，冲啊！我大塞尔特，塞尔特直接顶一波。来砸到自己弱攻会不会？还是砸到自己的村民？火炮没有哦，尿尿都尿在外面。哎呀，这个射物线有问题。这边直接推一波，后面还有巨头。这边点出什么？精锐松蓝武士。哇，这个 siege push 很硬。万一 running 赢的话，要还他道歉吗？聊天室不知道。这边修堡修一波，但是这里直接顶进来了。哇，这边火炮被劝退，弱攻拉打拉到死，拉肚子拉到脱肛，也不跳，再顶，再顶，哇靠，顶穿高力宝，再上来开，再拿黄金，再顶，现在战况还有得，还有得打吗？有机会哦。眼见勇了，是不是？早知如此，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一句成语怎么讲？早知什么？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Siege Onager, Siege Onager。聊天室贴图，会员们，
投石车贴图直接刷一波。哇，最大碗的来了 ，Stage Orager 把蹦一波。哦，这边落弓再夹一波，七管六管火炮，只要打一波，只要打一波，这个火炮直接掉，直接结束。东南武士漂法哥出来了，落弓有没有机会吃一发？落弓有没有机会吃一发？这边藏一手，这边藏一手。工程师加 Siege Onager， 你一上来见面礼直接三秒就合体，完蛋啦，爽歪歪！哎，落弓上来23只，落弓直接高地输出一波，高地输出一波，这里骑兵往前走，头车走起，头车走起，你这里再聚集一点没关系，等一下就上 Highlight， 等一下就上 Highlight， 这边有没有机会？有。有工程师哦，没有没有没有，没中没中没中，这边砸一波中，完蛋了，砸一波吧，砸一波吧，胖胖胖胖胖，没中，先尿一波，先尿一波，双手剑兵剑勇上来十五秒，这里再十秒上来，这里再十五秒上来，这里高地堡开起来，后面黄金还够用吗？这里化学直接点起来，但是这边枪兵直接贴上来，哇、啊！哇三秒就合体，聊天室道歉一波，三秒就合体，叽叽思密达，叽叽思密达，这里火炮全掉，火炮全掉，剩下一台 ACC 有黄金吗 ？ACC 好像没什么黄金 ，ACC 好像没什么黄金，灯红眼救急什么青眼白龙道歉。暗黑什么青什么什么暗黑真红眼道歉，玫瑰同灵眼道歉，啊、哦，道歉一波 ，running 直接反噬，我、哦、道歉，现在双狼武士漂法哥直接出来了，斧头帮砍一波，加 AC 线扛得住吗？不知道。感谢半醉回来会员把蹦刷一波。哇，现在这里还有八台啊，这一波很大，再一波，哦，真红眼黑龙，真红眼白龙，我大骑兵点一波火炮，死去。剑勇出太慢，这边直接，哇，这一盘要不要上精华，扛得住吗？剑勇其实上来有机会扛住，哦，早出剑勇其实那个塞尔特玩到没黄金就没了嘛，有黄金吗？对出去吗？哦，这里 last双方都还有机会，道歉可以先不用哦，都还有机会。来，现在黄金目前 running 残留的比较多，但是它是一个冲锋阵，它没有阵地战了。来，一发，你不要那么贪心啊 ，running， 你有剑勇就先砸剑勇，你一直想要拼这一个。来火炮，骑兵上去，双两武士，砸上去拼！哎呀 ，running 这边雷呀、啊，玩这空兵像大便啊！这一波，哇，这一波重头那边像大便啊！这边 ACCN 也失智，哇，这里直接推那个本营了，然后这个落弓进来，东南武士没做事，抓一波啊，削边土司，
这边再来火炮下去哦，这边再来一发哦下去哦，哇剑勇上来 OK 哦，剑勇上来 OK 哦，剑勇扛住，哇控下兵啊兄弟们，控下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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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没了，挖石头换黄金哦，现在不好说哦，你现在 AC 现在还有黄金吗？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不要一直贪心打入我攻，不要一直贪心哦，但是哦呼呼，哇一哭一哭一哭，哦一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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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一波刷一波刷一波，控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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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来，控兵拉上来，洞头还剩两台，完蛋啦、啊、这弱攻打不掉是不是，弱攻吃不掉是不是，哦 ACC 哦这边哦砸死，不要太贪心啦、啊、有剑勇先打剑勇，有剑勇先打剑勇，人家剑勇机体也是全满的，有剑勇先打剑勇，别太贪，现在这边已经打成怎么样了，我看一下，没黄金了，这里啊石头，哎还有黄金，还有1600，完蛋，真红眼黑龙，现在1400人在看，好像欠一个道歉哦，你说他2000肉草泥马嘛对不对，哎要点草药治疗了，要回去拿一波了，不要补血了啦，吃到一发也是直接嗝屁啦好不好，吃到一发也是嗝屁啦，有补没补是一样的意思，好你等下蹲进去，来蹲进去，草药治疗补血哦，再出来然后就一发下去哦， ACCN 这边点了一波很 cute 的科技哦，点了一波很 cute 的科技，来这边投车一台，哇靠这边骑兵直接自己洗啊，哇自己的泰国玉自己洗，哇自己开店自己洗，自己找员工，啊这边 Ditch Oranger Ditch Oranger火炮，在这边最后的几台呢？比控兵哦，这边比控兵哦，这边比控兵哦，这边真的比控兵哦。那 AC 现在可以往后拉 ，AC 现在往后拉，但是城堡掉了就没了。哎哎哎，这个是什么意思？投车投车投车，剑勇先打也可以，剑勇先打也可以，先求有再求好，不要想一步登天，对对对，先打剑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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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没有打到火炮而已，后面也没黄金了 OK， 哎呀没不 OK 不 OK，这边可以进去吗？哇，这个火炮控好，还有机会，这是两台打两台。啊，没有，火炮不死，火炮不死。哇，火炮这个我看一下，这两台打了13只啊，这两台火炮价值连城。这边骑兵加塞尔特的双眼武士再续一波，等一下可能要垃圾兵直接冲上去了，哦，垃圾兵直接上去冲一波，现在黄金不太敢玩哦，哦，快没了，快没了，
没有前点骆驼的回血科技啊，那个马德里不思议很贵啊。哦，这边骑兵上来，红车拉一波高地输出，没有 ACC 也没有破绽。这边这里还有石头哎，可以再换黄金哎。哎，这一波已经直接上来刺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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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剑勇还是很能扛啊，剑勇很 OK 啊。现在骑兵死了，武汉骑兵死了，哦哟，算了，我是在后面砍。来波。哦，这可以。ACC 也没黄金啊，他这个剑勇等一下也没办法。哇，这一盘很接近哦。这一盘很接近哦。现在大风车进来。哇，这个冲车回不去了，电勇残留很多，但是这里很多黄金又换起来了，现在砸不到，改冲车，现在砸不到了，改冲车。这两台火炮 AC 线专注力有拉起来，这个里的 KD 600多杀打300多杀。哇靠嘞，这村民伯伯人跑树上来直接当成是士兵在打。哇，这边剑勇又起来了，剑勇起来了。剑勇起来没办法，剑勇起来没办法，又要再拼一发砸的。但是这边 AC 线不要推太快哦，会滑铁炉哦。你不要推太快啊，火炮跟着哦，主轴是火炮。哦，主轴是火炮。哇，这边马厩开起来了，马厩开起来，喝个水，完蛋了，水不在旁边了，喝个红牛。哎，现在这个马房没点了，哇，尴尬。哎，这个。一滴血，一滴血。哦 ，V 阵型，小编。现在来到垃圾时间了。我们可以先吃宵夜了。塞尔特现在出战矛的话，火炮无法处理啊，火炮无法处理。还是拼一波大的，可是这里剑勇很多欸，剑勇一出来还是逆转了，加火炮来这边一字排开，但是双蓝武士打不赢 ，Running GG， 哇，这盘 Running 的车子开太烂了，好可惜啊！等一下，我们下一盘，下一场是 Ventures 对上 Modri， 哦 ，Ventures 对 Modri。哦，等一下，我们要中场休息一下。六零晚安。哇，这边也在打，轻骑兵，防御点不起来，现在双方可能会打很久哦。双方会打很久啊，三百，三一击打二一击，
我觉得还是要投石车。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投石车还是有机会。如果不小心吃到一发，那些全死，输的是 ACCN 哦。好了啦，痛哥，你战矛全打对面的兵，你看一下这科技好不好？我这个回答是聊天，是很多人要回你的啦。好 ，ACCN 这里点装甲冲车，三奶火炮，白鹿抓一波牧区吗？哎、欸，这里有三奶火炮哦。我觉得这一盘。我想先去尿尿了，我想先去尿尿了。哎，这里失误，失误。好了啦，不要等 running 推不进去的时候才说他头车不行啊。头车虽然开的是有问题啊，但是他归了一大波，你要他打战矛打个鸟啊打。哦哦哦，遗迹直接比地。抓一波剑勇，我大 running 塞尔特回归啊！但是这个遗迹拿得起来吗？你战矛加投石车，人家伯伯便宜骑士，居然一轻骑兵就直接转出来了啦，好不好？好啦，我决定了，虽然痛哥是会员，但我先不回他。很久没播比赛啊，火气很大。119寸打124。哎，重点是这个遗迹在里面还是拿得回来啊？短暂的让他断金而已。这边慢慢再续投这个巨头。127穿打124，这一波200P决战吗？巨头点起决战一波来了，痛，剑勇在里面，草药治疗在蹲，放出来砍啊！巨头，头车守住，有吗？剑勇再刷，哇，这里再刷，剑勇都没了，散落弓，城堡修，棒棒棒！哇，城堡掉了。巨头高歌离席，
回去再玩一下，高歌离席，巨头高歌离席，哦，巨头高歌离席，哦，巨头高歌离席，哦，城堡我推掉就好，哇，好贱啊！这边落空上来一波，这边上来，哇，天哪！这里再吃一发，有哦，今天有看比赛的感觉回来咯，高潮迭起啊，其实胜负现在还是不知道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这里有三移机 ，running 始终没能推平，那还是打不完。哦，始终打不完。哦，落空上来秀吗？那再一次，再一次。哇拖啊拖啊！冰啊冰啊！哇哇哇哇哇！落攻落攻！没中，盒子去哪里？哎呀，哎，车子，中了，我是进来，中了，我是进来。哦，火炮也掉了，完蛋，完蛋，完蛋，垃圾兵洗一波。哇，怎么还在战矛啊？现在这里剑勇又开始按了哦，哪来的钱？卖掉了，资源奇怪的价格卖掉了。决战，决战！这一波真的决战了，这一波真的决战了。这一波剑勇没有推出去 ，AC 线就输了。这一波剑勇没有推出去 ，AC 线就输了。现在几兵死而无憾。但是这里也进来了，没有。哇操！哎，这一盘我先不管谁赢谁输了啦，我想去尿尿啊！糟糕了，我想尿尿了。想尿一波了，电勇再次爬起，可以先去尿尿吗？电勇起来了，不行了。轻骑兵出来刷一波，再虚一波，再虚一波。哎，巨头你怎么在这里？哎，刚刚火炮送三台，换你巨头送三台吗？赶快赶快，还是这是 Juke 李兵上啊！啊，累了，他们都累了。打到第五把，飞可都累了啦，已经控不上来了。维克托被人马一个开后门，恐惧一波，连大都没有放。我精锐标枪可以，垃圾兵出来。十二点了耶，欸，那我今天播完 Ventures 打 Modri 我要去睡觉，顶不住顶不住，下一波，没有钱了 ACCN， 但是这里加里巴 BQ
家里 BBQ， 遗迹在哪里？在这。哇靠！这一盘到底是怎么局？哎，难怪人家，难怪人家红牛杯需要有限定时间啊！哇，这个巨头，这个头车，哇，别再战毛了啦！台湾平均天梯分数1100分啊 ，Running 打战毛会从2500分变成是958分啊，957分啊，别再战毛了，别再战毛了，我的天啊，别再战毛了，现在要控牧区了，这边已经开一个什么弩炮战船。别再战矛了，血压上来了，血压上来了！哇，标枪骑兵也出来了，水炮模式也开起来了，一次到位，一次到位，一次到位。现在双方中间开弩炮战船，谁先眉目呢？谁先眉目呢？哎，绿洲打到要出战船啊，单挑局哎 ，Come on man！ 哇！不是，你出战矛，他直接转大肉嘛，那你战矛也是会死，你还是要几兵加战矛啊？几兵加战矛，你就没有空间出攻城器了，那推了进去是不是？啊，波波人有火炮，就推了进去是不是？啊，做做效果，做做效果。我跟凤哥都是这样搞来的啦，哦，一年半了，防御箭塔差哪里啊？我差这里，没有吵啊，我们这个是和平讨论啊。不行啊，火炮战船出来了，被压制了，没黄金了，谢谢。好 ，S 线3-0，下一盘。不行欸，后面有这个大管的耶，牧区被控欸。你们都没有人关心一下痛哥啊，他来很失望啊。这一把到底，哎，这一把到底，天梯两大传说，你说打到超级垃圾海的时候，你出战矛那就算了，人家谁他妈第一波打战矛啦，靠腰啊！洛宫加海陆套餐刷一波，你就直接吐了，你就直接吐了。真的假的啦？
哎，外卡赛事，不要太认真。外卡赛事，难怪人家英雄联盟要用什么巴龙，你他妈没巴龙，你就这边爽龙吃冰吃两个小时啊！好的，赶快赶快，谁会赢？你这里排成还有125只，你这里出战矛了啊？这边标枪不出了，为什么？你怕被戳控不上来，还是怎样？哎，这一盘会结束吗？那边还有114只，但是海上这里牧区空着，牧往这里。哎，这个绿洲好像不妙哦，能不能变一下这个图？绿洲不妙！哇，改标枪骑兵直接被戳烂，那你就正常战矛吧。你直接战矛吧，啊，这个剑勇也是百人斩了，这边骑兵也是万人戳，万人戳百人斩，这个遗迹就在这里啊，那遗迹就在这里啊，打得掉吗？但是牧区右边要控欸，欸，右边海上火炮战船保底不输，但是要杀到大量村民，要杀到大量村民。 ACCN 这边好像有点干哦， ACCN 干了吗？ ACCN 干了吗？塞尔特伐木效益拉起来，然后这边剑勇前排，剑勇前排，剑勇前排啊，剑勇百人斩，这是真的万人斩。哇，现在是怕登陆是不是？现在是怕登陆是不是？直接木墙拉起来了是不是？现在把木都挖起来。肉马也出来了，哇，我也播累了，哇，这一盘可以上个精华啦，要收入起来，很精彩，能看到打嘴炮的环节，又有这个大后期史诗，又有一个爸爸蹦，哇，这一场要上了，哇，这场很热闹。这场很热闹，哇，这里高地战矛输出一波，高地战矛输出一波，比翼之力了，比翼之力了，遗迹这里，我先看一下市集的价格，木材肉都卖到没有钱了啦，然后石头100块。再点这个航海技术来了，来了，来了，航海技术来了，来了，这边来了，哎，骑兵，哎哎哎，你加 BBQ 哦，塞尔特，匈牙利轻骑兵，走起。来，肉马进来，用送的，用送的。这边进来，打一波，这边戳一波。你们现在正在见证历史，绿洲单挑局1小时38分并未结束，其中有嘴炮环节，哦，爸爸蹦环节，哦，弱攻大开围什么的各种环节，然后呢也有尿尿环节。哦，你们都尿了，我还没哦，准备要接插尿管接尿桶，哦，还没结束，遗迹就在这边，打得到遗迹吗？
牧区右边还很多，但是中央这里已经快可能拔不到了。哦，这边还有牧，那不会结束，那不会结束。哎，要这样，要这样，看看看，偷偷的，偷偷的 ，SCN，SCN，SCN， 你这一管很，哇，火炮战船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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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火炮战船掉了，哇，那差很多欸，有差欸，但是这里钱也没了，哇，纵火点起来，该怎么办？该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大冲车，走起！干，我的膀胱无力啊！哎，先我们影片先点个赞好不好？先点个赞。哇，这个礼拜天这一盘很好睡啊。这一场看完很好睡啊。还要看午夜场的 Ventures 的打 Modri 啊。也要看一下 Ronny 会不会赢啊。没赢就等一下直接接了。没有啦，这里这不行啊！哇，这边怎么默默的在弄？这边刷进来了 ，Running 怎么全部都有出，就是不出痛哥的战矛呢？及时打脸吗？一只都不愿意出，一只都不愿意出啊！输了没关系啊，但战矛就是不出。哦，战矛都不出。好，这边进来了。嘿嘿，哎，双方还都200P 耶。欸，我觉得哦，这个不管 ACC 赢还是 Running 都 respect， 这个要真的打很久很累啊，而且这个只是一个外卡赛，不是一个什么冠军。欸，这里，欸欸欸，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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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都要被我坐坏掉了，七万五的椅子啊！啊，直播修椅子，直播修椅子，这椅子怎么弄的？这椅子怎么弄？哎，不要跟我说坏掉哦！不要跟我说坏掉哦！好，等一下再修，等一下再修，等一下再修。哇，到椅子都坏掉啦，七万五啊！人体工学座椅负面工伤一波，哎、欸，到底总赛结束？
厂商想说，本产品并非品质劣质，纯粹直播主过于激动转播。好的啦，坏掉就坏掉了啦，单纯就讲这战矛就不行，一直讲战矛，一直讲战矛，一直讲我就要回啊，是不是？哇，哎，什么时候结束？我现在要怎么样？我可以修，我可以修椅子吗？好啦，哎，顺带提，这个不是他们家的牌子，这个是附加的，这个是要再多点螺丝松的，是不是？哎，完了，没有这个靠头的，没有这个靠头的不舒服。我那个真红眼控，真红眼，我已经一个小时前叫你道歉，到现在你还没结束啊。Oh my god！ 现在怎么办啊？现在到底牧区快没了吗 ？ACCN 的牧已经没了，是不是？现在称数121打133，大概都200匹耶。哇，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播过一个绿洲打成这样耶，见证历史了。好啦好啦，我下次就是用几兵解弱攻的啦。好了啦，什么时候可以去放尿？下课了下课了。哎，这边有人又要上十强，不行，再上十强干妈膀胱炎不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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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有人上墙，有人上墙，不要，救命！不要上墙啊！救命！哦天哪！哦，他把墙上起来了。不要啊！2-0，干这个！哇，真的不要！来台巨头重头开路，拜托！哎，你娘嘞！哇，我真的发自内心想骂三花。出大事了，兄弟们 ！ACCN 又上墙，他现在就是要再 reboom 一波，然后把那个木材再挖回来，然后他这个海上还有控制，你现在要打回海，有黄金吗？有黄金吗？顶顶那里，顶顶那里，冲啊冲啊冲啊！哎、欸，我好心疼我这个撞上去吗？靠背啊，怎样？
靠你妈的，螺丝松掉了啦！哇，无言了，无言了，无言了！哇，真的无言！啊，这边过一波。哎、欸，他知道这边有那个吗？这边可以走进来、欸。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上啊 ，Running， 跑步哥，跑起来！感觉我们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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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等一下，他要砸这个船吗？哎呦，一袋！哦，有在控，他有在控哎、欸、，ACC， 哦，哇，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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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牧区牧区，我大 running 必胜，我大 running 必胜，战矛下去，战矛下去，聊天室跟我一起喊战矛下去。哇干！我女儿长大看到我这样发病转播，我觉得也是前途堪忧啊！哇，下去了！哇，今天这场那个比赛的 feel 都回来了，整个 feel 都回来，整个人都我整个人 feel 都回来了，我整个人 feel 都回来了，哎，这里又出来了！我天啊！不要啊！顶不住了，顶不住了！他就是不愿意出，他就是不愿意出任一只战矛啊！他就是不愿意出任一只战矛啊！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你配合我的转播，你配合我的转播，我说不行，也许是有错的、啊，但是他国际选手他不出战矛，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嘛。哦，那是谁有问题？这个我就不好说了。我们自由新政，我们自由新政。好不好？哇，插箭塔，插箭塔！但是这里，你有没有点金色孔？你有没有点金色孔 ？Running 有没有金色孔？有没钱？好，算了。城堡供应吗？城堡不要掉啊！高地堡还是挺重要的，但我就没插，这边刷进来了。现在 Berbers 还有3000多肉。糟糕啊！这个堡要给它开起来，不是堡，这个是箭塔。但是现在的影响力宛如一个堡，完蛋了！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我在播什么？这边这个城堡可能这样子被这样子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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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就GG了耶 ！Running 大哥，谁会赢？我、哦、好累哦，随便了啦，真的，你们谁要赢都是可以啦。我们想要看 Ventures 跟 Modri 了。哇、哦，真的嘞！哎，这个宝快顶不住嘞，这个宝快顶不住了，500、400、300。哎，刚刚那个修了一下，买了石头是不是？有人买石头。雷饼，感谢你的赞助。潜水了一段时间，看我对 CD 国热情，对现在的生活困境很有帮助。好啦，你感谢痛哥啦，没有他这样子发言，我也很难开喷啊。主要是我们大多观众都还是蛮会玩的，也蛮会看的。哦，蛮会玩，也蛮会看的。我跟你讲这一盘哦，我已经不知道了。你要说谁打赢谁打输，然后哪边要修正，我都已经先不说，因为已经打到这个时间点哦。打到这个时间点，可能也累了啦。那个控兵都已经资质了。哦，头车，你要检讨 running 有啊？他不出战矛，输赢无所谓。头车只要有开好，他还是可以赢。啊 ，AC 现在火炮这边控得好。
他也是可以赢。那双方都有失误嘛，双方都有失误嘛，双方都有重击没有中到巴龙嘛，都是有机会赢的嘛，还会演变到现在都没有黄金，然后打成这样子，两个多小时啦，已经两个小时啦，是不是这样？他从哪里检讨？从哪里检讨？捡什么？捡什么？要捡什么？现在捡什么？检查他们膀胱是不是人类这样子，还是什么？哇！我是觉得哦，现在目前狼宁打不赢啊，没有木了。三遗迹打二遗迹，到底这遗迹到底影响了多少？我的天啊！哇，这场战争，你们没有看错吧？还是我方便贴这个啦，好不好？这资源这样子啊。哦，这个 KD， 哦，随便了，哇，真的随便了。小 V 已经在那边等了 ，Moji 也在那边等。哇，没想到打成这样啊！如果给 Running 赢，我也不知道啊。Running 2比1这样，然后这个头车送一波。我来看一下基底好了啦，7+4 ACCN 连那个马房基底都没有点，7+4 2+1 0+1 80滴血，你这边呢也是一个马房而已，7+4，然后呢2+1 75滴血，你的匈牙利轻骑兵比博伯人的轻骑兵还要费5滴血。然后呢，战矛这里三射三防，两射一防，两射两防，各缺一点。好，不知道了。好，这边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哎，怎么会这样子？真的，这个匈牙利，这匈牙利轻骑兵居然比人家的轻骑兵还要烂哎！到底是怎样？商城买 skin 啊，低体没点啊，可以点一下装备吗？第一题要不要点一下？啊，没有钱。哇啊，这边也是很亏，这边也是很亏。这个箭塔被吓起来，然后这个海战本来又可以控住木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在哪里了。这个没有故意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还在拼啊。这个到底。好啦，先动动小手，影片下方点个赞。然后那个我们的网页，比赛的网页已经做出来了，每一个月的比赛赛事都在影片下方世纪帝国赛事网站里面看得到，好不好？我之后搞不好也想要开一个讨论区，什么讨论区？请问，在11月7号晚上12点 ，Wayne Chen 转播的场次里，你认为 Running 该出战矛吗？然后开一个投票，好不好？不要都是我说话，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哦，我们直接开投票，好不好？我们以后计划这样子，哦，以后就这样子的，好不好？
以后我就开一个世纪帝国 D 卡啊，他插的 TOM 脑插说出战矛哦 ，WinChain 带风向哦，嘴炮会员，垃圾频道主哦，第一次看到频道主会开嘴会员的哦，退费哦，世纪帝国 D 卡，搞不好有一天真的会被我弄出来。啊，这里，啊，这里还有八十几只匈牙利轻骑兵啊！但是人家有剑勇，人家机体都是比你好，没办法。你现在塞尔特很惨啊，弹毛不行嘛。洛马机体其实可以考虑点一下洛马的机体，洛马的机体二防上来，我觉得会影响到。但是战矛你不出，你也没点机体，那就算了。哦，我觉得那就算了。哎，杀了290村了呢。哦，肉马机体我觉得可以考虑先点一下看。哎，这个也是可怜了。哦，也是可怜了。完蛋了，匈牙利轻骑兵。哇，真的累了。真的累了，83支军士打94支军士，一字排开，来裤子脱下来体检，这膀胱是人做的吗？这边上去干一波，电泳满机体，随便吃，随便吃，啊，这里再搓一波。我跟你们讲啦，我认真复盘好不好？如果真的你要检讨 Running 的话，我觉得他要出剑勇。如果 Running 这里要赢，他不应该点这个的，他要点剑勇，他要点剑勇。然后像这个双蓝武士他也有出，其实也充其量也是剑勇。但是他的这一盘其实逆转的关键点就是 ACCN 这里的剑勇。你现在 running， 我认真说，我现在没有开嘴炮。你现在就是 ACCN 的田中盘，不管是到现在，他的剑勇是影响本场比赛最多的。就这样，没了。啊，三遗迹打二遗迹当然是废话，这三遗迹是已经就是你就可以说啊、什么 ACCN 前面的 running 他妈不抢遗迹啊，怎么样的，那个我就不说了啦，好不好？哦，我真的很想尿尿哎！104只大肉马，104只大肉马，但是机体还是没点啊。机体我觉得可以考虑点点点点。哇！哇，我不知道了。再开码头，再开码头。哇哇，哇，碰不上来了，你看这边骑兵再站好。哇，没钱了，现在是比意志力，头车，还有，天哪，这一盘。这个头车，啊，没了。
啊，进来了！哇，骑兵进来，塞进来，塞进来，硬塞一波，干，好扯。哇，插箭塔，哇，这招很电。哇 ，ACCN， 这里插箭塔。哇，这个墓区被控。哇 ，Runny， 你是不是没有墓了？你要来这里的耶。啊。出弩炮不行啊，人家有火炮没哦。怎么这一场跟我今天早上看英雄联盟，人家打一个包，人家打一个包，我们还在打一盘。哇，几级了？1741只骑兵，结束这一回合3-0。关于这一盘，我无话可说，太精彩了！这绝对是今年2022，我不知道是历史上最长的比赛时数，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今年目前为止我播过的最长国际赛事 S 级赛事最长的一场比赛。恭喜 ACCM！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转播。